所以刚可能只是温度过低吧。那我就让它晾一阵。还有就是我的这一个，就蒙起雾啊，救不回来了。要不要卫生纸给你？我有卫生纸啊，但是因为脸上已经是热气了，所以再戴上去又会那个。现在几号？几只几啊？没饭。好像。算了，其实我们也很少看。那些影片就没有留起来，你有留烧起来吗？其实也没有。啊，那都你剪弄编辑过了。其实都接起来，后来成本就越来越低。里面有留啊？没办法留啊。自己的记录啊。4G 呢？4G 那个烧，很难搞。之前 Google 不是大当机吗？嗯。我看一下还剩多远。对，他没有跟你计较。已经要到了。YouTube 到了 YouTube 的容量。不然这样应该用蛮多的。擦我的眼镜吧。太雾了。实在是不行。
开始推，努力推吧。怎样？没有啊，也就只有这条路啊。一堆人都推过去啊，推。一样是推。反正都绿。我们住的到底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当然是左边啊。最左边是吧？对啊，刚刚你觉得要走的那段路，就是这一小段过去，接着就可以滑过去。反正，推啊，推。推哪？推哪？为什么有人往下了？反正你看那边指什么吗？你看那边指什么？能往右当然往右啊，先往右。好，当然是还在走。他一定说多好玩又多好玩，雪好松。但是问题是都是走路都走得累。赤鹤没什么走，白马也没什么走，白马就爷爷走路很多而已，其他都还好。哈，又起雾。是你的口罩太高。我搞不好，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是啦，我早上就是口罩加面罩就是很大起雾，后来只用口罩都没起雾。我现在也是只用口罩啊。但是你的口罩有点太高啊，你的口罩已经陷到你帽子那个面具里面去，它就。我都往下拉。唉，受不了。你就滑啊，你就走啊，一路往右靠啊，没别的了。我一定会追上你啊。我不行，我的眼罩，我的眼。
还是不戴好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样子太冷了，而且你现在鼻子都在外面，我觉得。没办法、啊。戴起来啊。戴起来看不到路啊。这样子我知道啊。你知道有没有擦干擦？我刚擦干了，但是没有用，因为脸还会一直出水汽出来。没有，脸不会。脸会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会。因为还有就是它可能海绵也已经吸满水了。它就是把海绵水吸掉。嗯。用纸巾，要不要纸巾？我刚弄过一次了没。没关系，现在弄多弄多弄没关系，身体越降温就越好。我要去旁边。没差吧？你旁边人家也不知道哪边是旁边。你现在方便拿纸吗？我已经在擦了。鼻子照好反而好，没照好反而好，还是不行。是啊，还是卫生纸。卫生纸啊。而且海绵早就掉了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可能是上面的雪，我一照起来它就会开始化，不是吗？好了，快走快走。我会穿你的路。就是下去就对了嘛。太小。没有树林啊，就是进去出来啊。不确定，就算有，也不要当第一个。前面有人往右弯吗？没有。不能往右。不能往右。不能往右，前面
下面往下之后有往右的路才会穿过缆车。对，所以往下。那根灯柱，那根灯柱之后的呀？不知道，它应该会有个指示吧。好一些。这里是很宽，应该是没人滑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往前走，下面有人，要是可以的话我就想继续走，要是可以的话我就想继续走，我希望啊，而且看起来坡度不错，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。他也是靠右边吗？靠右边，还是要靠右边？就跟这些人一起。但是他们这些人现在下去有左边、右边、啊。嗯，那往还有右边吗？那个的右边感觉不，右不是路。往下是黑线，往右是绿线。好，跟着这些人好了。所以这里有坡度，感觉不错。他只是刹车而已，他觉得差差。我想前面就要一直冲了，大概在坐着的人之前一点点就要冲啊，这边随便滑我就滑咯，我不会停下来咯。人呢？冲冲冲！不要管我。啊？走啊！不不不！我要冲。
要冲啊！只是我看前面还有坡度，我就可以停了。滑，有滑错吗？嗯，这样直直下去，就又回到刚那个地方了。怎么的右边。刚走错了吗？好像没有，那里有一条路吗？没有，那条路是回头路，回不去的。回不去也不是滑啦，就是会到 Welcome Center 那边，还可以啦。有啊，往右，前面又要往右，往右推。好，直直下就对了。天色也暗了。跟着柱柱走，右边的柱柱。往右切，滑。他们是早上那个第二趟是坐的缆车吗？对对对，这一个。但是这边被我放放，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切过去。啊！我有看不清楚路啊。对啊。
面比较粉，不大行。可以下去，可以下去，就回去了，走那条路吧，而且用冲的，前半段好像就是滑下去，就是跟他下来，就是对啊，用冲的，用冲的，你看那一个人快没力了，一定对吗？一定对了，对，可以，这个，没事，在这个蓝色，我再行ってみようか。就一定对啊，给你看地图好了。一定对。对啊，我沿着下去滑就对了，就是这个。直直下。滑的土地就比较少。你说什么？还蛮少的，还好。嗯，是啊，就这样。这个。我觉得可能就要一直滑刚那个路线了，因为刚那个路线都有坡。你是？我就跟着。第一次来。
在困了，进来要困，等一下困。穿衣服，来，你转圈圈。不要碰，不要碰到包括。你不要摸，用喷的就好。不要碰包括，不要碰包括。为什么不要碰到？因为它会爆坏的，那是喷的。小娇。小那不是喷那个的，那是喷那些衣服类的，主要是喷衣服类的。鼻子。不要喷人家脸。喷脸还好。好，好，那就是取代拍的功能。找不到他什么意思。你问他。你这个颜色哦。不管不管，都掉了。主要分上半身，下半身不用。上半身，各个地方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有。你刚喷我眼睛。我闭眼睛就好了。会啊。头上呢？还好。好，可以的。我不要喷。这样就好了。挂着，哎呀，那血管呢？血管随随便便，血管。血管它能喷的主要是那种还没有结得很硬的。就是或者是身上衣服的缝缝之类的，像雪板感觉到硬硬的，所以那你要拿刷子刷吗？对对，要刷的话，这个不错哈，这个不错哈，主要是那种帽子缝缝啊什么那种，一进来要赶快喷，因为雪还是粉的状态。我把工作停掉。哦。你也是啊，我帮你停，我帮你停。